巨星山与新田登山步道共有三条步道相结合，其中一号步道由1063阶枕木铺设，稍有陡度，每50公尺有设里程碑，沿途树木苍郁茂密，顺着步道蜿蜒而上，巨星山尖尖的山头即呈现在眼前，棱线有几处展望点，可俯瞰潭子、北屯市区，以及果园景致。步道设备完善，有彩虹亭、观景平台、六角亭、观音台与许愿池许多休憩凉亭。雾峰早期晨昏迷雾朦胧，故取名阿照雾。阿照雾山位于台中市雾峰区东郊，雾峰林家宫宝地园区后方的一座山峰。由于步道视野极佳，2006年入选为台湾小百岳，与临近台湾省咨议会的后山步道，有大片的凤梨田，极为壮观。三厅山位于台中盆地东侧，是距离台中市区最近的小百岳，山顶平台颇为宽广，设有瞭望台，近可俯瞰头汴坑溪、一江桥、大潭仔、台湾潭，远可眺望台中盆地、大肚台地、铁针山及八卦山台地。著名地标如高铁站、台中市最高大楼 Hotel One 等皆一览无遗，展望极佳，无怪乎被选为小百岳。前往民众可是体力自行选择路线行走。